前段时间播出的《楚乔传》可谓大火了一把，剧中林更新和赵丽颖这对 CP 越来越被大家看好，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新月夫妇。可是前段时间却传来了林更新疑似恋情曝光的消息。林更新和王丽坤不仅被拍到去看房子，还拍到一起吃路边摊。有网友表示，林更新这是什么品味？赵丽颖长得漂亮又有演技，为什么非要选王丽坤呢？正当两人的恋情关系被网友疯传时，又有网友爆料称，冯绍峰和好友聚餐后深夜赶赴赵丽颖家，随后两人一同乘车前往男方家中共度一晚，不知道是不是处在恋爱当中。但对于恋情，他们四个人均未做出任何回应。关于四个人的恋情，可以用扑朔迷离四个字来形容。然而就在近日，林更新与赵丽颖、冯绍峰等人一同出席某电影的发布会，在发布会现场，林更新被记者问起自己与王丽坤的真实关系，林更新一脸逗趣地回答道，姐弟关系，看来传闻还是传闻，没有任何的真实性。王丽坤和林更新只可能是姐弟，不可能是姐弟恋。不过在场的冯绍峰听到这个消息，脸色立马变了，看来冯绍峰有危机重重的感觉。林更新和王丽坤是姐弟关系，那林更新会不会回过头来和冯绍峰抢赵丽颖呢？